里边稳定下，强手互酸浓，细数近乎电流，一转文笔万事休。古今人文历史真浓，来哦，一拜清风扫，两拜地旁肉，三拜头青万事香。客官，你要来一碗拜头茶吗？便来一碗拜头茶，也犹如故乡一水湖为拜头茶。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请坐。这拜头茶其实就是酥油炒面茶，你们时阵爱一边将碗安尼转来转来，也一边头安尼嗨呢嗨呢，将茶分互饮。开始是分几摆，才啉一嘴面茶；过来就是分一摆，啉一嘴茶。这种分起下茶的动作真特别，所以就好名拜头茶。客官，你慢慢啊享用，如香。此地风味极是特殊，一百之香，第六七股爆竹感。你是来吹素魂清的。喂，人客官，人客官，你这是啥？为苦境饮茶，不用付钱。哈，卖钱用假货来去，多票消费就任务，这三生钱了，你就想白的吗？中风心胸就红当前，是不是可以？不可以，切！卖遐这些，无钱付账，就用人工来滴。你卖想用减低消费，我仓库内咸已经收甲要满出来咯。现在正逢七十分摊会七的会期来到，真侪人拢会为这经过去山顶赏花。我的生意当好，你就一边甲我倒下手，低你的低钱。我嘛无占你便宜，三千钱，互你做两工的西头就好，要互你吃三顿。七十分摊费，是哦，规毛七日一遍，共亏七日。鸡胖是天下鸡胖，鸡品是天下极品。你想看卖的，嘛都等两天休。现在，你去兵将桌顶收收哩。好，要包。也不稀奇，这种体验。